玛诗整形美容医院位于广州天河区 CBD 核心商圈中泰国际广场二楼，占地面积3000多平米，隶属于歌地阿玛诗集团旗下，是全国唯一拥有驰名商标和只用专家做手术的连锁整形品牌。歌地阿玛诗是中国时装界唯一一个集团两大驰名商标，35年品牌传承，35年的品质铸造，5600家连锁直营店，超过2000万女性时尚尊选，连续5年中国高端女装销售额及市场占有率第一。今天的歌地阿玛诗集团是集服装、房地产、医疗投资、食品、家具年产值数百亿，拥有40多家子公司的企业集团。2008年，歌地阿玛诗集团以中国时尚界第一品牌的敏锐目光，强势进入医疗领域，斥巨资先后在广州、贵阳、兰州、北京、武汉、昆明、重庆开设10多家眼科连锁机构，本着专一专业的精神，迅速抢占国内近视眼治疗的第一品牌。2014年，歌地阿玛诗集团捐资8亿，创立花都中山大学附属仁济医院，国内一流综合性3甲医院。阿玛诗专业不后怕。阿玛诗整形美容历经6载，秉承专业厚道的精神，聚合全球专家资源和医美巨头的优势产品，摒弃医美行业的浮躁、混乱和欺诈，倡导技术上精益求精、一次手术终生美丽的服务理念。我们正厚积而薄发，将在全国打造一个品牌全国连锁、一个平台互利共荣的新型连锁企业。阿玛诗整形美容率先在国内建立院长级鼻面部整形与修复研究基地，全国首家敏感性皮肤诊疗中心，华南独家 3D 整形设计应用培训基地，南方医科大学医学美容临床培训基地，拥有闻名全国的 3D 活鼻术、 3D 精细化隆胸术、 NDA 除皱抗衰和顽固性色斑治疗的4大特色专科。阿玛诗手术中心以一切为了顾客，一切为了美丽，为求美者提供私人定制化、服务私密化的治疗方案，严格执行只用专家做手术，确保手术一次成功。阿玛诗只用权威专家，只用一流的设备和耗材，只做精品手术。4个国际标准化先级层流手术间，美国史赛克内窥镜系统，德国 Dräger 全功能呼吸机，美国欧美达全功能麻醉剂，迈瑞心电监护仪，中心供氧，无论您在手术过程还是在床边，都有新鲜的氧气供应。率先开展内窥镜结合 3D 数字化设计精细化隆胸术、 3D 活鼻术，实行数字化临界麻醉，确保手术安全和舒适，开展24小时全天候服务，全程1对1的私密化6星级诊疗服务。阿玛诗非手术治疗中心斥巨资引进美国科医人王者风范和超脉冲点阵王、美国 Medlet C6 祛斑王、以色列飞顿冰点激光脱毛仪、美国 Audrey 超声聚焦刀，唯一一家拥有全进口单极射频、美国 Thermage 素美仪、双极射频、以色列 Vera 4D 空间射频和多极射频、以色列 Vegas 除皱抗衰老设备，配备美国第6代 Visia 皮肤检测、 3D 皮肤镜、 3D 模拟皮肤设计系统，广东第一台以色列 Infusion 细胞活力仪加德国细胞活力素，
韩国水娃娃治疗仪等价值2000万的设备组合。阿玛斯植发中心拥有全国唯一两台价值1500万余的法国 Omen Graft 全自动植发机器人。阿玛斯医疗美容率先引进最新一代美国 Confused Image 公司生产的 3D 云设计成像仪 Vectory， 再次领跑广东省内 3D 设计领域，并成为 3D 临床设计培训基地。 3D 云设计一次成像三维展示，可以未卜先知，即刻呈现您期望的美丽。 3D 模拟整形可用于五官雕塑、面部轮廓改变、隆胸、除皱填充、吸脂体型雕塑等整形各种方案仿真模拟和不同方案的比较选择，从众多方案中选择最适合您的手术方案。 3D 活鼻术利用 3D 云设计成像仪治疗前模拟效果，选择最佳的治疗方案。首创达拉斯综合隆鼻术，结合独创的三段两区一整体全新综合塑鼻理念，采用自体软骨组织与纯进口生态同体代替传统隆鼻材料，对鼻背、鼻尖、鼻小柱进行精雕细琢，塑造高挺、自然、真实的完美翘鼻。 3D 精细化隆胸术模拟多个手术方案同时比较选择，假体隆胸可对胸部假体的底盘大小、假体凸度、体积及患者胸部松弛程度等全方位360度调整，并结合史赛克内窥镜进行精细化隆胸手术，具有出血少、创伤少、恢复快等优点，代表了未来精细化隆胸的发展方向。阿玛斯整形立足国际医疗前沿，我们与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美容医院等数十家医院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与港澳台和韩国的整形美容专家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是美国科医人、美国爱尔健公司、瑞兰公司、以色列 Vera、 美国康浩、美国素美吉等医疗设备和耗材的临床培训基地，为中国的医疗美容行业培养了大量可用之才。跨越主观，无远弗届，阿玛斯整形秉承专业厚道的精神，延续个性品味、时尚精品的驻美理念和各地健康文化深呼吸，打造内外兼修、时尚健康的您。阿玛斯欢迎您，美在阿玛斯。